现场同学们你们好吗？欢迎大家好，我是陈希恩。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那这个三六零回归三年再发新专辑，是，对，大家都好期待，等太久了。谢谢你，对，我也等了很久。等很久，对。三六零是不是超好听？我是马来西亚人，对，然后我住在槟城的一个城市，对不起，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城市，叫槟城，然后那里有很多好吃的，然后天气就是一直都是跟夏天一样，对，很温暖，就像大家的尖叫声一样，对不对？就像文德语，我觉得文德语真的同学真的太棒了，对，他们超对。只是因为是夏天的那种温度，所以可能没有台湾那么的有感觉。对。那槟城的女学生跟台湾的女学生谁比较热情？你们说呢？你看，这文德理科同学比较热情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歌曲？接下来我想要唱一首比较浪漫的情歌，因为我觉得刚刚大家的热情有点让我觉得这个距离有点。所以来唱一首开心的歌好不好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听听情人节。来一点喇叭，谢谢，欢迎陈诗安。首先借我好不好？一起用。Thank you.